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灣《台湾公顶我是立法委员蔡启昌。随着现代科技与网际网络的发展，任何人随时随地都可透过网际网络获得大量、及时且丰富的资讯。然而，网际网络就如同一刀两刃，除提供人们多元、便利讯息以及多彩多姿的娱乐生活外，还隐藏着大量的色情、诈骗。 暴力等不当内容掺杂在其中，若无适当管理，不仅可能危害国人生命财产安全，更进一步腐蚀我们下一代的身心。根据台湾金车教育基金会于二零一三年调查，目前有高达六成六的青少年持有智慧型手机，两年来大幅成长二点五倍，显示台湾儿童与青少年使用行动上网情形已经相当普遍。 但是政府并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，依然把防堵重心放在固网上面，忽略了儿童青少年上网形态早已从电脑转变为手机上网，大部分电信业者也没有提供行动上网防堵色情网站的功能，仅有一家业者提供行动上网色情警卫的手机加值服务。随着智慧型手机日渐普及。 儿童青少年暴露在网络色情下的情况只会更加严重。世界各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。日本政府为保护儿童青少年使用手机上网时接触到不适当的内容，推行了手机过滤系统，除过滤违法及成人网站外，亦会过滤交友网站，确保儿童青少年使用上的安全。因此。 小孩拿到手机就拥有了过滤的服务，但若家长不想要此服务，是可要求手机业者关闭此功能。英国则是透过业者自律机制，并由政府扮演监督业者角色，且需定期向首相报告儿童青少年上网安全业务，将儿少上网安全工作拉到政府最高层级。我们强烈呼吁。 儿童青少年网络安全已经让许多父母感到忧心，有效管理更是刻不容缓的问题。政府做事不能慢半拍。首先要求业者进行源头管制，全面提供行动上网色情警卫的服务，并要求业者自律，在网络存有色情暴力内容时，应限制儿童青少年浏览、截取或先行移除。最后。 也希望各位家长善尽为子女把关的责任，教导孩子们正确上网的观念。今天我们先谈到这边，感谢各位朋友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会。